NMIT 是一个国际学校，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里的老师非常负责，你不会问的问题就一直问，他会一直教到你会为止。然后这里的同学他们会给你各种各种他们的想法和意见来帮助你完成作业，这里的导师也很负责，你在这里可以享受到环境可以享受到环境的美好，然后你静下心来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大家好，很久来了 MIT 已经半年了，在这里学习还是非常快乐的，老师都很友好，同学也都很友好，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然后这边有许许多多的活动，像三难体会组织许多出去玩的活动，你们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些活动都是有助于提高你的友谊关系的，在这边很有许多的国际学生，和他们一起出去做活动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在这边学习你也不会觉得枯燥无聊，这边有很多的设备都很完善，然后还有很多老师都会辅导你，所以快来吧。我觉得新西兰是一个很适合学习的地方，相信你在这里会非常安静的静心的学习，而且这里的老师和 mentor 都非常的耐心，可以教你所有不会的东西，他们会帮助你去如何思考，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在这里好好的学习。觉得来到这里学习了半年，学的东西还是蛮多的，新西兰的环境也还不错，然后老师也比较热心，同学们都会教你一些东西，然后呢确实是对你很有帮助。然后NMIT 呢是一个比较就是说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学校，他会教你很多东西，只要你愿意学或者你想学你基本上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你想要的东西。MIT 是一所很专业的学校，然后你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专业的知识，你的英语会提高的非常快，然后这里的老师跟同学都非常友好，然后很耐心的会为你讲解很多问题，然后把你当作像朋友一样，我觉得如果你来到这里学习会是一个很愉快的学习过程，谢谢。